这次跟大家分享的花样，16针16行一组花，我示范两组花。这次的花样适合编织所有上衣，不管是套头的或者是开前襟的都会很好看。然后花样一开始我们要先织两行花纹就定位，两行花纹就定位就固定织，正面看到的是下针，我已经事先先织好了。然后这次的花样我示范两组花样，起头跟结尾我们各留两针当做花样区隔用。然后接着我们就直接织花样的第一行，一开始先把前面两针区隔的先织掉，然后一针下针，空针，三针下针，一二三，然后接着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五针上针，一二三四五，线绕到背面，然后是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然后三针下针，一二三，一针空针。这边是第一组花，我们放一个记号，然后接着做第二组花，一针下针，空针，然后三针下针，一二三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五针上针，一二三四五，线绕到背面，然后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然后三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然后把后面两针区隔的织掉。这是第一行花样的织法。然后到背面第二行，背面第二行起头结尾固定织下针，中间这边全部都是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，空针的地方我们织上针，让正面看到下针。我们把第二行织完，再来做第三行花样的织法。花样第二行我已经织完了，然后接着做花样第三行。一开始我们把前面两针区隔的先织掉，然后两针下针，空针，然后再两针下针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然后接着挑两针过来，然后再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线从正面直接拉到背面，三针一起织，然后再一针空针，然后接着线绕回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然后这边是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然后两针下针，空针，然后再一针下针。这是第一组花，记号拿过来，我们接着做第二组花，两针下针，空针，再两针下针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然后线绕到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然后接着挑两针过来，再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线从正面直接拉到背面，三针一起织，这样空针三针并一针就出来了，然后再一针空针，线绕回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然后两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再一针下针，然后接着把后面两针区隔的织掉。这是第三行花样的织法。然后到背面第四行，第四行的织法跟第二行一样，最主要就是中间这一段有空花的这一段，我们在背面织要织下针，让正面看到上针。
我们把第四行织完，然后再来做第五行花样的织法。我们这边第四行织完了，接着第五行，一开始把前面两针区隔的先织掉，然后接着三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一针下针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然后接着挑两针过来，再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线从正面直接拉到背面，三针一起织，然后再一针空针，线绕回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一针下针，空针，然后再两针下针，这是第一组花。然后接着把七号拿过来做第二组花，三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一针下针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然后接着挑两针过来，然后再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三针一起织，然后空针，线绕回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一针下针，一针空针，然后两针下针，然后把后面两针区隔的织掉，这是第五行花样的织法。然后到背面第六行，第六行中间这边跟第四行一样，这边五针，我们在背面织的时候织下针，让正面看到上针，其他的都是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。我们把第六行织完，再来做第七行花样的织法。我们这边第六行织完了，然后接着做第七行。一开始同样把前面两针区隔的先织掉，然后四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空针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五针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线绕到背面，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空针，然后再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是第一组花，把记号拿过来做第二组花，四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空针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五针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线绕到背面，然后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空针，然后三针下针，然后把后面两针区隔的织掉，这是第七行花样的织法。然后到背面第八行，第八行就是起头两针，结尾两针，固定织下针，中间这边全部都是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。我们把第八行织完，再来做第九行花样的织法。我们第八行织完了，然后接着做第九行。一开始把前面两针区隔的织掉，然后线绕到正面，三针上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线绕到背面，然后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然后再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空针，一针下针，再一针空针，然后再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两针上针，这是第一组花。然后记号拿过来，我们做第二组花，三针上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线绕到背面，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
两针一起织，然后再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空针，然后再一针下针，空针，再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两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把后面两针区隔的织掉，这是第九行花样织法。然后到背面第十行，第十行就是起头两针，结尾两针，固定织下针，中间这边全部都是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。我们把第十行织完，再来做第十一行花样的织法。我们这边第十行织完了，然后接着做第十一行花样的织法。第十一行可以看到，我们这边有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就是这边的三针并一针。它这个三针并一针，因为要用多一针空针，空针的话会在前一朵花，所以如果在衣服上编织的时候，记得这个地方换成两针并一针。然后这边结尾的地方，因为是空针，是跟后面一组花同样的，如果刚好在衣服上面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记得我们就直接织一个上针，这样就行了。接着我们就示范第十一行花样的织法。一开始同样，我们先把前面两针区隔的先织掉，然后这边要空针，我们没有办法做，我们就做两针并一针，我们就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然后空针，线绕回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然后两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然后接着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空针，然后再两针下针，然后再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一针上针。我们这边线放在前面，我们这一针要借给后面这一朵花了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一针拿下来。原来这边后面最后一针我们放到左边去，我们把记号放回来。线我们从正面要待会直接拉到背面织，所以我们线放在正面，然后就是挑两针过来，然后再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线从正面直接拉到背面，三针一起织，这就是后面这一朵花利用到前面这一组花了，也就是这边的这一个空针了。然后接着再一针空针，然后再线绕到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然后是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然后两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然后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空针，然后再两针下针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。我们这边一针上针，因为这边后面织不出花来了，我们就直接织一个上针，这是左边的织法，线绕到背面，然后把后面两针区隔的织掉。这是第十一行花样的织法，然后到背面第十二行。第十二行，我们先把前面两针区隔的织掉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两针下针，我们就织两针下针，然后线绕回背面，背面这边就是这一段，就是看到下针织下针，看到上针织上针，只有中间的这个地方比较特殊，我们先织过去，这边的是上针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线绕到正面，然后这边就开始是上针了。正面是上针，我们织下针。一、二，这边也要，这边这一针是最特殊的，要织上针。正面是看到上针，我们就织下针，然后记号拿过来，然后这边是正面上针，我们织下针，然后线绕回背面，这边又是正面是下针，我们就织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线绕到正面，这边正面是上针，我们织下针，然后接着这边正面也是要上针的，这个空针也就是这个地方的，也就是这个地方的，所以我们这边要织的是下针，让正面看到上针，最后两针区隔的我们把它织掉，这是第十二行花样的织法。然后接着到正面第十三行，第十二行织完了，然后接着我们做第十三行，一开始把前面两针区隔的先织掉，然后这边同样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然后空针线绕回正面，这边是上针，然后线绕到背面，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然后一针下针，空针，然后五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空针，然后一针下针，然后再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然后接着我们这边又同样要把这一针放到后面去，给后面一朵花枝，我们把记号拿下来，这一针最后的放到后面这一朵花这边，然后记号放回来，我们这边要织一个空针放在前面线，然后就是先挑两针过来，然后再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线从正面直接拉到背面，三针一起织，这样子我们这边的这一针我们就还给他了，就是空针了，然后接着再一针空针，线绕回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然后一针下针，空针，然后接着五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空针，然后一针下针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两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把后面两针区隔的织掉，这是第十三行花样的织法。然后到背面第十四行，第十四行的织法跟第十二行一样，我们把第十四行织完，再来做第十五行花样的织法。花样第十四行我已经织完了，然后接着做花样第十五行，一开始把前面两针区隔的织掉，然后线绕到正面，三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然后是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空针，然后七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然后接着空针，然后接着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回正面，两针上针，这是第一组花，我们把记号拿过来做第二组花，三针上针，然后线绕到背面，挑一针，挑一针，左边棒针对穿，两针一起织，空针，然后七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然后空针，然后两针一起织，线绕回正面，两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把后面两针区隔的织掉，这是第十五行花样的织法。然后到背面第十六行，起头两针，结尾两针，固定织下针，中间这边全部都是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。然后我们把第十六行织完之后，就从第一行到十六行重复的织，我会多织一小段，然后再给大家看这一款花样织出来的样子。这边花样我已经织了一小段，我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，然后到正面给大家看整个花样织出来的样子。好，这边是区隔的部分，我们整个花样织出来会是这种样子。